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谢宇。眼看呢，离过年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周了，您是否已经备足了年货呢？今天小新来到了宁夏银川市金桂大集市，在这里，让我们看看100元钱能购买到什么呢？砂糖橘啊，是咱们过年最基本的记忆。前面就有个小摊子，让我们过去看看。姐，砂糖橘多少钱一斤？5块，一斤5块。一斤5块？对。便宜不便宜嘛？4块5。4块5，来给我称上2斤吧。10块03，10块5。10块钱的砂糖橘，砍价呀，是咱们最基本的技能，甭管能不能少，态度一定要在这儿。刚出锅的糖糕7个10块，麦芽糖这东西啊，可是不常见了啊。10块钱的麦芽糖为咱们的童年买单。那过年了呀，咱们得红红火火，也给自己置办一条红秋裤。秋裤贴身，好用连连，15块钱。就是那个红的就行，啊。3块钱一张。3块钱一张，5块钱给上2张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回家贴到咱们的大门上。过年呀，咱也得包粽饺子。咱们来这边看看肉今年多少钱呀，是吧？羊肉30，牛肉40。那来斤羊肉呗。1斤羊肉33，过年回家包饺子。现在我们就剩17元钱，还剩干果没有买，让我们看看还能买点啥。老板，瓜多少钱一斤啊？10块。给我称上17块钱的呗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17块钱的炒瓜子，今天的钱就全部花完了。今天呀，小新带着大家用100元钱在咱们金桂大集逛了一大圈，然后收获了这么多的年货，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。那新年即将到来，小新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年了，祝您大展宏图，虎年吉祥。